没事了，走。老孙，哎，你先送慧小姐回去吧，这里有我呢，放心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走。慧小姐，你别客气了，姐。那我找到罗主任。好，再见。 看来以后不能和慧小姐一起看演出。怎么了？你看，都让你给赶上了。上回看演出就有特务搞破坏，这回又是。可能是特务想故意吓我吧。哟，孙主任啊！哎，晚上好，杨先生。哎。
正好和了解同路，就把他送过来了。啊、哦，好，电影看完了，电影院里有特务搞破坏，我怕出危险，赶紧把惠小姐送回来了。哎呦，那行，惠小姐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谢谢你啊，孙主任。不客气。哎，别，怎么刚才就走了啊？来，孙主任，坐。那对不起啊，我今天有点累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哎，红英，孙主任难得来一次，陪着坐一会儿，好吧？来，坐。你们坐啊，我去接着查啊。坐吧。魏小姐喜欢看电影，是。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呢？我喜欢看蔡楚生导演的电影。这是魏小姐的书。嗯。魏小姐的眼睛让我想起一个人。我妹妹让孙主任想起谁了？说不清，好像是在哪儿见过。如果是这样。看不见你的脸，再遮住额头，真的好像很面熟。是吗？像什么人啊？不是一般的人，很厉害的。在一个奇怪的场合，也是这样的一双眼睛，也是遮住了脸，遮住了额头。当时发生了很惊险的事情。他是个特务。天哪！看来孙主任总是跟特务打交道。看谁都像特务，其实干你们这行也挺不容易的。刚才在电影院可真把我吓坏了。是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呀，这有些事情啊，还真是这样的。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我的病人啊，他和他太太啊，那就是偶尔在街上偶遇了，那两个人啊，这一照面啊。好像在哪儿见过，那俩人都是这种感觉的啊。这个完了就恋爱了，完了就结婚了。这世界上啊，有些事情啊，那就是神秘。这个卖酸牛奶的肯定有问题。你们想一想，谁每天骑自行车赶七八里去喝酸牛奶，对不对？所以明天卖酸牛奶的一出现，你们就给我抓起来，好吧？抓他的同时，也把大木抓起来。哎，老孙，怎么样？说不清楚。我就感觉是哪儿见过。说是巧合，这惠红英也太巧了，回回都有他。惠红英，红姐。这样，老孙，这个事儿你去查一查。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能放过一个特务。啊，我去见冯务员。行，你去吧。老主任，怎么不睡觉？有时间我就睡。怎么样，抓到我的同事没有？惠红英你认识吗？杨大夫的表妹。还有呢？你还让我说什么？你想让我说他是特务？冯明，我老实跟你说吧，
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一个联络地点，你的机会不多了。哎呀，老主任，我岁数大了，困了，我得睡觉。别呀，来，咱们聊聊啊，聊聊，你就不困了。说句老实话，黄主任，我是想救你。抗日的时候你立过大功，对共产党呢，你的双手也没沾满鲜血。你是一个聪明人，有良心，能看清时局。我怎么就不明白，你非得要跟国民党一条道走？我不是吓唬你，那是一条死路。我不会再跟国民党走，但是我也不会跟共产党走。革命反革命，你总得站一头吧。你得承认，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。你们总是喜欢把人分成两拨，一拨是革命的，一拨是反革命的。其实人总有胖瘦之分，总有高低之分，有性子急的，有性子慢的，有大方的，有小气的，有心眼好的，有心眼坏的，有长得好看的，有长得赖看的。其实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，性子急的人喜欢和性子急的人在一起，大方的人喜欢和大方的人在一起。比如说你和我，我现在被你们关在牢里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枪毙。你掌握着我的生杀大权，但是我很喜欢，我觉得你这个人不错，你呢觉得我这个人不赖，所以咱们就能聊到一块儿去。这跟国民党、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呢？怎么没有关系啊？我要不是共产党，你要不是国民党，我们今天能在这儿吗？对，我们还在聂瓦河的咖啡馆喝过咖啡。冯委员，你想找梅姐吗？你想认你弟弟吗？你想从这儿出去，咱们俩聊聊吗？现在梅若锦要和汪佩森结婚了，你的弟弟也没认着，你呢好日子也不多了。老孙，怎么还没走？等你。跟我谈起了世界观，被我给压下去，没给咱丢脸啊！哎，我问你，蔡晓明的枪是谁给的？还有，谁先在电影院里开的枪？惠红英啊！蔡晓明的枪是惠红英的，正式对他实行布控，你去办啊！收拾了。行动。老罗，啊，大门不能转。为什么？麦酸奶他死了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咱们得留着他，好引他们出来啊。
这儿不是卖酸奶的吗？先生，还要点什么吗？你是新来的？先生，买点什么吧，这个才5块钱，这个我也可以送给您。昨天这儿还在卖酸奶，你这个我也送给您好吗？是，丈夫死了，回不去国了，孩子还小，您买点什么吧，饿。高兴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政委他要来了。是吗？嗯，哎，他不是在前线的吗？哎，反正他是要来了。好好好，起立。好，坐吧。坐。通报，罗江同志到。组织纪律性不强，自由散漫，在转移某同志的过程中，散作主张，随意更改既定方案，给组织造成了很大的被动，所以通报批评一次。感谢领导对我的批评，以后在工作当中努力吸取教训，改正缺点。通令，罗江、孙渡到。宁小苏同志到。在完成某保卫接洽任务的时候，工作细致大胆，勇敢进取，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自觉性，所以特此通报嘉奖一次。好，坐吧。通报一次，表扬一次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是，改正缺点，发扬优点，处理好和龙将军的关系。好，坐吧。你可是我们从隐山部队带出来的干部。
先生。哦，您好。啊，孙主任，楼主任。小苏啊，没辙了吧？何先生，楼主任有些话想对您说。啊，孙主任，你会吗？来，帮帮小苏。何先生，咱们先别下了，罗主任有话要说。罗主任来的不是时候啊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国际象棋，是洋人的玩意儿。西方人下国际象棋的高手都叫大师，了不得。何先生，哎，罗主任，你调查有结果了吗？我到底可靠不可靠啊？何先生，我是来向您道歉的。向我道歉？你道什么歉呢？何先生，是这样，罗江呢是对事不对人，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您。那天撤离，他让参谋先走，也实在是因为时间耽搁不起了，真的没什么别的意思。孙主任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没有发言权。何先生，我是诚心诚意来向你道歉的。我那天有我的确很重要，重要到了罗主任临行刑前还要跑到刑场去苦口婆心地劝我，还请我喝酒。孙主任一枪没有打死我，是你把我当成宝贝一样又给拉回来了。冯博远，
你也太小看我们党了，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为了恒农的情报在日日夜夜的工作着。没错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社会部主任，我干不了什么，但是你知道在我背后有很多人，没有你我们一样能查清楚事实的真相。但是我对你们来说的确是很重要，你只不过是我的一个俘虏。罗主任，你是共产党员吗？你对你的组织忠诚吗？嗯，我还要重复刚才跟你说过的话，咱们来做一个交易，你把我放了，给我自由，我去帮你查清何英农事情的真相。罗主任，也许你觉得我的想法有点异想天开，觉得太冒险，但是你没有理由拒绝。换了别人可以这样哈哈大笑，但是你罗主任不应该。你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，你为了你的组织可以随时献出生命，我跟你说的这些是一次机会，这个机会会帮助你们党弄清事件的真相。当然了，这很危险，虽然你是平西军管会社会部小小的军官，你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何英农的情报是什么，但是你可以利用我去把这个事情查清。好，那你总得往这搁点什么吧？能让我抓得住吗？我就这么一瞪，你还能回来？你想要紧箍咒？那你就不应该跟我说这些，说了也是自讨苦吃。你要不是带着这箍帮我出去查，明天你可就要枪毙了。你别忘了，冯博远，今天你不死那是因为我罗江蹦着高在挡你，挡一天是一天。你发狠了。对，我向来都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，不发狠怎么能想着解放全中国啊？蔡耀明。蔡耀明怎么了？我跟你们直说了吧，你们已经把蔡耀明给抓起来了，你们把我带到了军管会，用这种拙劣的手法让我亮相，啊，无非是想让社会部的内进看到我，证明我冯博远还活着。蔡耀明看见了，你们以为他是内进，你们已经张好了一张大网，把他抓住了。冯源，你一直都知道蔡耀明是潜伏的特务，一直隐瞒着没说，为了掩护他你诬陷了孙渡，要不是以为孙渡是你弟弟，现在他就被枪毙了，是吗？不，蔡耀明才是我弟弟。罗主任，怎么说呢？反
反正现在你们也把他抓住了。前前后后的杂草别拔，都留着，我喜欢看着它们疯长，再配上那些大叶子的就不嫌乱了。让木匠移一条水渠出来，给菜池弯弯曲曲的流过来，上面铺上鹅卵石，让旁边的那个枝条叶子垂到水里面去。对了，后面你得给我留块地，我要种棵树，过个十年八年长开了就好看了。算了，跟你说你也记不住，咱俩一块儿去。哎，若琴，你可千万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想想啊，哪有新娘给自己布置新房的？老女人们没那么讲究。说什么呢你？等我把新房布置好了呀，我敲锣打鼓把你迎进来啊！那都我走了啊。兄弟是木匠，改天你让他过去看一下，让他在那小屋里打一套孩子用的家具。真的想要一个孩子的房间啊？快走吧。哎，好。罗呀，你又犯糊涂，怎么能和他谈条件呢？我们跟他不做交易，我们又没什么损失，又不是把人真给他。等冯博元回来告诉我们结果，咱们再把他逮起来。赵罗，刚给了你一个处分通报批评，你以为政委大老远从前线回来是表扬我们，是对你不放心？这又不是做游戏，冯博元就等着你回来抓他吧。他没那么笨，他是国民党的高级情报人员，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？便宜吗？我要是不把冯博元给抓回来，那我丢掉的就是我老罗的政治生命。都说我脸皮厚不在乎，我不在乎吗？我在乎。政委批评我，我丢脸啊，我抬不起头，我都觉得我自己恶心。怎么便宜了？我是认真的。好，我对我刚才说的话表示抱歉。我也不是冲你急，但我就这个事儿真是挺着急的。我知道，我们都是基层干部，完成好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，就是对党负责。有些事情确实不是我们能考虑的，你擅自做决定，弄不好就帮倒忙。你说的对。完成好上级交给的任务，对不对？那
怎么才能算完成好上级交给的任务？那就是要把冯博元利用好，把这个事情给查清楚，这样才能完成好任务。你说说，领导让你阻击敌人，对，哎，那你就得阻击敌人吗？你不能脱离战场逃跑吧，去打敌人吗？哎，但是领导要让你用一个排去阻击敌人的一个连，结果呢？结果敌人来了一个团，怎么办？打不打？打呀！这就叫好好的完成任务。在冯博元这件事情上，我很自私，我一直没和他相认，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甚至还犯了错误。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了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冯博元老奸巨猾，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。现在要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办法，当然了，既不能冒进，又要队长负责，那就是我去和他相认。既然是利用他，我想我是最好的筹码。老孙，这是个好事儿啊！小苏。冯博元让他跟老孙去相认，那么呢，这个冯博元就不会不顾及到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对，因为他是他弟弟嘛。你说冯博元他能钻到军统保密局的肚子里，哎，那老孙就钻到了冯博元的肚子里，我们就无所不知，万无一失了。穿越那乱世的求知欲。